我在想，你到底是给这儿的人施什么法了，让他们一个个对你晕头转向。坐了一天车，不累吗？不累，看看你从小生活的地方，蛮好的。其实这儿就是个普通的小镇，和大城市比，没有那么的繁华和喧嚣。但是只要每次一回到这里，我都会感觉特别平静。这里蛮舒服的。哎，卖什么呢？螃蟹，螃蟹。哎，姑娘，看看螃蟹吧。要不要晚上买一点回去煮一下？可以啊。林医生，不用买，不用买。晚上做好，我给你们送过去了啊！你们住顾姐家是吧？没事儿，我们自己买就行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赶紧走吧，玩去吧。晚上给你送过去啊！谢谢啊！不用谢。好了，玩去吧，慢点，林医生啊！啊，谢谢啊！不用谢。哇塞，你在这大神级别的，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啊？我就不信了。不信什么？我试试啊！林睿，我渴了。啊，林医生，来来来，喝水，来来来，喝水喝水。刘叔，没事，我们自己买就好了。拿着拿着拿着，媳妇儿真漂亮啊！我要一瓶就可以了，谢谢谢谢你啊！拿着拿着拿着，谢谢刘叔。没事，拜拜。这地盘还真是你说了算，嗯？我就不信，在这儿是不是连狗都听你的？别怕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没事，没事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啊，坐，坐。哦，哇，他很听话的，下来吗？不下。哎，走啊！林睿回来了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回来了。对，回来了。哎呦，林睿啊！哎，张姐你好。林回来了。周叔好，周叔好。要不要糖葫芦啊？吃冰糖葫芦吗？不吃不吃。林睿回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林医生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我去看看顾大姐那儿有什么吃的。嗯，不要。听话。哎呀，不听话。乖。不乖。